四、市场销售明显改善，网上零售持续较快增长。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，同比下降 7.2%，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4.2 个百分点。其中三季度增长 0.9%， 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。九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295亿元，同比增长 3.3%， 增速比8月份加快 2.8 个百分点，连续两个月增长。